Hello， 大家好，我是麦，欢迎收看《聊完机》，今天带给大家最新的一集《Far Cry 4》啊。哦，我把我的 RPG 叫出来了。对，我做了很多的升级，我做了不同的对一些升级之类的，大家应该在之后影片应该搞不好会看到。那我刚才其实有录了大概蛮长的一段时间，后来发现记忆卡不够了，所以其实完全都没有录进去的一个状态。但是发现了蛮好笑的一些事情。那 Far Cry 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没办法，对，它没有办法，就是存档在之前存档，然后你可以玩之前的记录，它没有办法。我记得是没有办法，对。哦，在我想要来拯救人质。OK， 我们想要拯救人质，比较困难一点的任务。My friends, they took them. I don't know why. They're forcing them to work. I think. Please save them. I'll get them back. 看发生什么事？刚才没有看到。所以基本上我就是买了一些重武力，然后我做了一些升级，我把我的。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我增加我的 loot bag， 然后我也增加了我的可以携带的毒药量，可以携带的毒品量我也增加，我可以现在可以带到五个左右，我现在可以带到五个，对，非常高兴，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既然可以带到五个，我们就把它买齐好了，顺便看弹药有没有不齐的地方。这样可以买到五个，然后弹药买齐好了。Make it rain， 我解开了一个成就，就好像撒钱，撒到一定的钱就可以解开这个成就了。Make it rain， 意思是什么？就是感觉把钱当雨在那边撒那种感觉，是大概就这个意思。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去哪里嘞？哦，这边我们上次就去过了，我们上次就走错，忘记哪一集，我们上次走错，然后去那边拿了一堆东西，然后就走掉了，就是那个地方没有错，走吧，上路 ，Matt 的神奇冒险，自动导航下，哦，这是开枪。了解，来开快一点，走，自己开好了。每次都这样，后来就放弃了，自己开了。幸好刚才没有接到任何的主线任务之类的，不然的话记录都消失了。也不是记录都消失了，记录就是录白录了，因为没有我的脸，但是没有我的声音，所以会很奇怪。看到。I'll say that one more time. An entire plane. OK， 我把我车子放在水里面，就是没错，方便拯救，就是不会被敌人发现。对，然后玩这种潜行的任务，就是需要爬高高啦，没有错。然后再把 RPG 拿出来，把他们炸掉。一个人质，被打了。那边有一只，人不多啊，老实讲，蛮好解决的啊，我觉得啦，目前看起来，有 RPG 什么都可以，有 RPG 不是一个问题。我们换飞刀啊。然后里面还有一只，我觉得被刀打到的样子都超好笑。我这样子应该不会被发现。快速前行之类。超安静哦。他听到声音。我要刺爆他的头！
拜拜。我刀子可以射那么远？可以，成功了，不会太难。没了吧？结束，这太简单了。This is all I have. 这太简单了。我无言了，完全毫无成就感。哦，太无成就感。那随便。那不在乎，太简单了。T-bag。My House of Player， 这个就是我也懒得看，对不起。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暂停，然后一个一个资讯慢慢查。我太懒了，我刚才扔了很多个飞刀过去。我现在不觉得捡尸体是绝对，不是捡尸体啊，摸尸体是绝对重要的事情。会不会？我怕。镜头是歪的。我现在有多少林哥剑？我的剑，哦有了 ，yes， 一把，一把剑，开心。刚才的剑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扔到这边来了，我记得。不知道捡不捡得回来，算了。摸一下，摸，谢谢。那我们接下来应该来干嘛嘞？我有笔记可以看。大家如果想看的话，一样可以暂停。我都懒得看笔记，真是非常惭愧，太少看书了。OK， 对，大概就这样。他们就在。他的尸体旁边聊天。Bless you, oh bless you, bless you。没事吧？送你。好恶心。接下来我们要干嘛？哦，每天做一些很怪的事情。基地，对，我们主线任务是这个地方，那我们应该来看一下主线任务，你说对不对呢？没错，那我们先快速移动到这边，然后再来看一下主线任务。那上一次删掉的地方真的很抱歉，就是大概有二十几分钟吧，就是完全我有录，可是。记忆卡不够，他自己暂停了。然后喷豆浆，我一直喷豆浆。记忆卡不够，哦，我买东西。记忆卡不够，他就暂停了，啊，真的很难过，我要哭了。不该卖东西卖一卖。OK， 现在去接主线。这是什么？Ah, he'll be most vulnerable here. But we need to act fast. A session. If we could get in there, though, you know, take out Corporal. Wow, okay. Got one. 敌人来怎样？来接。Go, go, go! What the fuck? 他跑哪里？ He's below us. Look at this guy.会怎样啊？我可以忍，我没有刺杀任务哎，接受好不好？不玩主线了，什么主线有什么好玩？我们玩这个。I can do it. Yeah. I can do it. You can't be seen. Stick to cover and hide the corporal's body if you can. I need you to take his dog tags though. That should be the only sign you were ever there. No problem. Good. Corporal Nath is located on a little island. I'll mark the location on your map.I'm like, get there in the whatever you do, do not be
OK， 我们要杀掉主要的目标，然后找到他的狗牌，然后不能被发现。哦，我们还可以把尸体藏起来，可以获得更多奖励哦。那不管你了。就如果开他们的车，会不会很容易被发现？而且现在是晚上，所以这个任务，哎呦，在岛上面。这任务目前我还没有玩过 Far Cry 4的版本， Far Cry 3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任务，可是我觉得 Far Cry 4应该大同小异，但是我不确定难度啊，或者是我被发现哦，大象大象，各位，我可以骑大象，我忘记我在哪一集有讲这一点，但是我现在真的可以骑大象 ，Yes。但是如果我骑大象的话，一定会被他们发现的，所以好恐怖。大象不知道可不可以涉水 ，bash， 摔东西，冲一下，我这样骑大象过去应该超级明显。可以，它可以涉水，是哟。我不知道，试试看。然后再拿 RPG， 配死了蛋。啊，应该没有办法，应该要求是要刺杀的，烦呢。Without being detective， 这非常困难，我觉得。我只有一个飞刀。哪个是指挥官？看不到我。哦，超紧张。他指挥官吗？对，他指挥官。Gotcha。他在吐吗？他刚才在吐哎。不要发现我。I see movement. I'm going. Fuck！ 他只出来一下下而已。哦，真烦呢。Kill your primary target. Search your body for his dog tag. Leave the location without being detected. 哦。所以我可以 ，OK， 我可以走了。就我刚刚不需要，我不需要杀掉所有人。哦，他要过来。拜拜。OK。所以我刚应该可以跑就对了。好，把你扔下去。我应该，因为我现在不确定说我藏尸体是要藏所有人的尸体，还是只要藏这个指挥官的尸体就好。哎，喂鱼，然后偷跑，这样就好了。耶，拜拜。喂。我自己都觉得帅。OK， 这样其实就结束了。啊，搞那么久干嘛？
我们录了18分钟，非常久。Yes， 很久前，经验值 and 钱。然后这边呢，感觉这个庙 ，OK， 欢迎就是想要看的朋友可以去看。这什么东西给我拿之类的吗？没有，就只是 OK， 好，可以接受。I know it seems like ugly business, but every target you kill saves 100 more lives. If it's any consolation, you're good at it. 非常高兴。其实他们两个在那边，感谢他们的支持。OK， 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我们可以再来攻占另外一个基地。对，这是我一直很想要做的事情。没错，没有错。500多，这警报器很恐怖。400多公尺 ，OK 的。我们这次应该不要尝试太夸张的高空效果，我们来安静一点就好。尝试来安静一点，没错，尝试安静一点，来逆中一点点。我觉得这也是这一代比较强调的，我猜啊。OK， 一直割到树，割，超吵。OK， 我们到了，好像什么国家地理频道，我获得超多奖杯了最近。我不觉得这么简单哎，这个基地有这么简单？有，里面有一只。这感觉基地很，这个基地感觉蛮简单。嗯，我们先把警报器切掉。我有飞刀吗？有。把警报器关掉。然后，我需要你的刀，大哥，谢谢。fuck， 我从他头旁边射出去。简单，太简单了，我觉得。哦，这个我知道，就是你可以再反复重新玩占领这个基地，然后看你能不能获得更多奖励，这样。这个还不错的是。对，因为 Far Cry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你可以回，没有办法说你回到之前的记录去玩，你永远都是。比较真实吧，因为你就是只能一直往前走，你没办法回去之前的记忆，像 Assassin's Creed 那样子。Assassin's Creed 我记得之前也没办法，但是他最近可以了，最新的那一代坏掉的那一代，他可以这样做。Am I speaking with Jake Holly? Who is this? No time to explain. Meet me at my studio post haste.
这怎么又有个新角色？我可以打一些稀有的动物之类的。来，哦，一样，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可以把它按暂停，在影片下面按暂停即可，非常简单。对，那突然又播这种很轻松的音乐。对，然后，对，很奇怪。哎，这边感觉有一个任务可以接，是不是？是吗？又有刺杀了。为什么你被绑在里面，大哥？ I am a hostage。又要来拯救人质，我说不要。不要做太多相同的事情，一天。好的，我们这一集我们做一点别的事情，买点飞刀。没有什么好买的。对啊，我们来。如果时间允许的话，看有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我们倒是可以去看一下他在干嘛。小飞机 ，Weapon Nest， 武器的巢穴。嗯，大家可以去，这是一个未知的地点，感觉是怪怪的。我们去看他好了，不知道他是谁。我不想救你，我没有时间。对，我们看一下他是谁。100多公尺。OK 的，我现在发现这一幕是触控式的，然后花了超久的时间才发现。Hello， 我收到了讯息，我不能在影片公开你的讯息啊，很怪。哦，好恐怖的叫声！有一集我被猪打得很惨，大家应该记得。这个人应该是来教我如何正确打猎。之类的，找他就没错。Hello， 哦，还在做衣服。Oh， so the rumors are true. Come in, come in, come in. I don't know whether to call you Ajay or Adonis.Those brooding eyes. 他是斗鸡眼吗 ？That determined jaw. Clothes are more Salvation Army than Golden Hat, but I can work with this. 哦，我是可以跟他买衣服吗？不会吧 ？I am Mumu Chiffon, tailor to the crown by the appointment of King of Kriat, His Royal Highness Pagan Min. But you may call me Mr. Chiffon. It's a pleasure to meet you. You work for Min.I used to. The king and I had a falling out. He tried to kill me, and now I'm in hiding. But that's ancient history. Let's talk about the future. He 之前是跟阿明为阿明工作 And I believe we can help each other out. You need accessories, and I need a model. I would like to make you the centerpiece of my new collection. 他的字幕有点慢。I call it combat couture. And you want me to wear this stuff? These? These are just experiments. No, only the finest raiments for the prodigal son. I spent years studying rational garment design at the top prison academy. A garment must be useful before it's elegant. Form.Must follow function. 哦，我受不了，我可以跳过。Arms up. 他刚才不是说教我打猎，为什么先帮我做衣服？而且我是第一人称游戏，我会在乎我穿什么。I will send you to gather exotic materials. Furs, skins, feathers. 哦，我懂了。To
accentuate your role and primal attributes. I shall send you the design and locations. I hope you are as good with the sewing machine as you are with the machine gun. Because together, oh, 不要那么近. You're gonna make it look fierce. 对啊，大概是要叫我去收集那些毛皮啊、草了啊、海鲜啊。Well, don't stand there. 我不知道. Time flies. Return when you have finished crafting my creations. 他是法国人。 对，游戏好讽刺，好讽刺法国人。我真的不在乎，我不想帮他收集东西，那吃大便。没关系，那我们去解开这个标塔。哦，我想做这件事情，然后就有另外一件事情来干扰我，这很坏。Fuck！我怎么在颠？ 重生的地方，跟我开玩笑，跟我开玩笑。你知道吗？我有买 RPG， 我怕什么？我要再远一点，不要太近。来来来来来来！杀了所有人哦！ 这游戏好像有自动瞄准。我有 RPG 哦，大哥，尸体挂在那边。哦，我快死了，我快死了。哪里？很可惜，那个。 哦，这人跑出来一下，拜拜，拜拜，怎么都没有我军支援啊？慢慢撤退。 撤退吧，废物！还有一只，不让他跑掉。OK， 是，他最后挣扎结束，非常好。浪费我弹药。 真的是，不过我现在都是用 AK， 所以没有差，对啊，老实讲，是好好笑。他 AK 的，对啊，应该自动可以拿那个 AK 的子弹，我就摸你好了，因为你死的最特别。我要摸你，让我摸 ，Yes。 刚刚我看到有那个叫什么 A 书哎，他刚刚那个图片里面有，你收集到了，恭喜你收集到了 A 片，非常感谢你收集到 A 片。OK， 那差不多今天这集就到这边好了。对，下一集我们再来看，哎呦，好像又有主线了，有刚才就消失，现在又有。 好吧，我们下一集再来接主线任务。那今天大概就是一些支线、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再把它稍微剪在一起。那很可惜的有一段没有录到，非常可惜，因为那段我觉得还蛮精彩的，蛮酷的一个小任务。我觉得蛮酷的一个小任务，是阻止那个敌人的军队的车队。对，那个任务还蛮酷的。那 OK， 今天这集就大概就吧。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的话，欢迎在下面喜欢或者订阅我的频道。是樱花妹的主编，拜拜。